那么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知道查询数据使用的是 query， 那么修改数据呢，我们使用的是 mutation。mutation 的英文意思就是修改、变更的意思。那么怎么来定义一个修改数据的方法？那么它跟 query 类似，我们定义一个 type mutation， 那么这个 type mutation 是固定的写法，然后里面就是我们修改数据的方法。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 account， 可以叫做 create account， 那么括号里面是我们的行参，那么行参的名字是任意的，那么这里面我们的行参名字叫做 input， 那么 input 冒号后面是我们行参的类型，那么这个类型也跟我们查询的类型非常类似，只不过它的类型前面要加上 input，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参数它的类型名叫做 account input，那么它定义这个类型的时候，前面需要写上 input account。那么我们查询的时候的类型一般都是 type account 这样的，对吧？前面是 type account。那么修改数据的前面要加上 input， 来标识我们这个类型是用来做输入的，这个类型是用来做输入的。那么下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方法叫做 update account， 里面我们传递一个 id 值，传递一个 id 值。那么传递 id 值之后，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个什么呀？写了一个叫 ID， 因为它是不能重的，对吧？它是不能重的。然后之后我们写了 input 冒号 account input， 那么它的另外一个参数的类型也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类型。那么后面它们的返回值都是 account，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查询的类型，查询的返回值，对吧？因为我们无论是新建还是更新，最后都会把新建或者更新完的结果返回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一次修改数据的写法。那么我们做一个练习，我们还是以 Hello World 为基础做一个练习。那么在这儿我们要写一个文件叫做 Mutation， 是吧？叫 Mutation。那么我们还先保留三块。哪三块呢？ Schema、Root 还有我们最后的生成接口的这三块。那么现在变成是一个空的状态，对吧？那么在这儿定义 schema 查询和类型，实际上还有什么呀？ mutation。 那么在这儿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之前定查询的话是不是都是 type query， 那么现在应该是 type mutation。 那么在这儿我就不给大伙儿故意创造这么坑了，我们上一次创造什么坑啊？我们没写 type， 直接写的 query， 而且 query 写小写，对吧？那么我们先不写这个了啊。那么 type mutation 里面是我们要做的两个方法，一个叫做 create account， 我们创建一个。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个 input， 后面是我们的自定义类型。当然我们可以拆成 n 个字段，比如说 name 一个字段， sex 一个字段， age 一个字段也可以，但那样效率太低了，对吧？它并不能让我们有面向对象的感觉。那么 input 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叫做 input， 叫 account input。然后后面返回值我还要返回一个 account， 这样没问题，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写一个叫 update account， 然后里面两个参数，第一个叫做 id， 那么它的类型是一个基本类型，那么在这儿我们写 id 叹号必须要输入的，然后之后是 input type， 然后呢 account input 类型，对吧？account input 类型，返回值还是 account。 那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先定义这个输入类型，我们刚才讲了输入类型必须得是 input 前面，对吧？前面得是 input， 然后后面我们来定义类型里面的字段，比如说这里面我可以定义 name string age， 然后呢 int， 注意首字母要大写，对吧？ sex 冒号 string，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叫定义的 department， 那么当然它也是 string 类型啊。我们先不定义 salary 了，是吧？先不定义 salary 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然后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定义这个类型啊？这个叫 account， 那么它是查询类型，所以它就前面不能写 input 了，而写什么呀？ type， 对吧？account， 虽然字段都是一样的，对吧？虽然字段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注意 input 代表它是输入类型，这个 type 是查询类型。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是不是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做 create count， 一个叫 update count。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先做一个假的数据啊，假的数据库。我们可以在这写 const fake db， 它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对象。一会儿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的 account 都存到这个 fake db 里面。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第一个方法是吧？我们要把它实现了嘛，所以 create account，create account， 然后它实际上是一个 function， 实际上是一个 function。那么在这里面它有 input 这样的 input， 因为我们传入的参数就是 input， 对吧？因为这个叫 input。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怎么写？是不是可以在这儿写上我这个 fake db 点是吧 ？fake db 点什么呀？然后是不是我的 username 啊？我们拿 username 当做它的这个 key 值。那么这个就是 input 点 name， 然后等于什么呢？等于 input。然后这个 input 相当于是不是我拿到的所有字段呢？比如说我这四个字段，我这么一个对象都赋给了这 fake db 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 return 一下什么呀？这个值。我把这个存起来这个人返回出来。那么这句话我们这个相当于数据库的保存，我们只不过现在没有结合数据库来使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先相当于保存数据库，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假的操作，对吧？那么做完数据库操作之后，我们在这儿返回什么呀？返回保存结果，返回保存结果。那么实际上我们 update 跟它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update 跟它也是类似的。那只不过这块我们要有逗号对吧？这个逗号不要忘了。啊，那这是 update account。update account 呢，由于我输入的这个前面还有个什么呀？是不是还有 ID 呀？还有 ID。那实际上这个 ID 就是我们的，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们的 username， 这个 ID 我们写进来，还有 username。那现在的意思我是相当于要更新数据库是吧？那我要怎么做呢？实际上我要从这个 fake db 里面把我的这个数据拿到，拿到之后我把 input 的新的属性覆盖到它身上。那么这个覆盖怎么做呢？这么来做，相当于 object 点 assign， 对吧 ？assign 什么呢？做一次拷贝，把第二个和第三个身上的属性拷贝到第一个参数身上，那这样来写。那么这就是 updated account。等于这个，那这就是我把 input 和数据库里面的值都 copy 给它身上，那这个第一个对象就拥有了它俩身上的属性了，对吧？它俩身上的属性，那这相当于做了一次数据库更新操作，然后之后给它们保存到数据库上，怎么保存呢？是不是跟刚才非常类似啊 ？fake db 里面的 id， 对吧？然后等于 updated account。然后之后我们把 updated account 给它 return 出去，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在这儿是不是需要启动一下我们的程序啊？我们 node 然后呢 mutations。开始闪，对吧？开始闪。让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来打开浏览器访问一下。那么这是访问 localhost 3000 GraphQL。然后很奇怪的一个是，我们在右边看不到任何 schema， 是吧？看不到任何 schema。但是我们明明写了，我们定义了 mutation 了，对吧？但是看不到任何 schema， 尤其这 mutation 都看不到。那这又是一个 GraphQL 的坑。实际上对于 GraphQL GraphQL 来讲，它必须要有一个 query， 这是它比较不太合理的一个要求。因为我如果说我只需要往里面写，不需要读的话，那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 GraphQL 就是这样要求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这儿应该 tab 定义一个 query， 然后对于我们这来讲，我们要查询所有的 account， 我想知道我存进去多少个 account， 那我在这儿可以写一个接口叫做 accounts， 这样可以吧？然后它的返回类型是count， 但是我要返回所有的，那么它是一个数组类型，这样可以吧？那么既然定义了 accounts，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需要定义一下这个方法呀？ accounts 方法。那么在这儿就比较简单了，我直接把这个 fake DB 数据库里面的所有数据全返回出来，这样就 OK 了。那这样就 OK 了。那么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服务，那么或者我们使用 node-mon 都可以 ，node-mon， 然后呢 mutation.js。那这样我们每一次改变，它会自动重启我们的 Node.js， 这个比较方便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这样是不是既有 query 也出现 mutation 了？有时候坑无处不在，刚才的坑是不报错的。当我们没有定义 query 的时候，它没有报错，但是它 mutation 没有出来，这是不太合理的地方，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写一下 mutation， 那么在这儿 mutation。 括号里面我们第一个是不是 create account 呀？那么 create account 里面我们有一个参数叫做 input， 那它的值是什么呢？它值是一个类型吧，对吧？它的值是一个类型。那值这个类型里面有哪些属性呢？是不是有 name 啊？那这里面，当然我们需要写一个名字是吧？比如说叫做李易峰。 然后呢，我们有 age， 对吧？比如说他是23岁，那么性别 ，sex， 男，对吧？性别是男，那么还有什么呀 ？department， 那这里面写上演艺部，然后在这儿他实际上又报错了，因为什么？我们再看这个错误。 我们已经见过一遍了 ，must have a selection 是吧 ？of sub fields， 比如说我的返回值是一个类型，所以我得把里面的值的类型也需要定义出来。那么那里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 name， 然后呢 age、sex、department 我们都要。那这样我们点击，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新建了一个，并且成功返回了这个值？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是吧？比如说我们再保存另外一个，比如说叫做杨二车，那么它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多大，是吧？30吧，然后当然它也是女的，是吧？女性，然后点击，那这样是不是两个都进去了？那这应该是杨二车，对吧？那 这个杨二车我们现在已经没法更新了，因为 name 我们现在暂时当主键用了，对吧？暂时当主键用了。那么这两个我们都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测一下，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输入 query， 对吧 ？query， 然后里面我们写上 accounts， 然后里面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结果，那么我们暂时写上 name， 是吧？我们来先写一个字段试验一下，那么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错误是吧？expected iterable 是吧？允许循环的，有时候它需要是一个数组，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数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实现，我们在这 return 的是一个 fake DB， 但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对象形式，我们需要把它转成数组，这可以理解吧？ 那么我们在这儿转数组非常简单，这 var 有什么呀 ？arr 等于一个数组，之后转数组是不是 for in 循环给它放进去啊？在这儿我可以什么呀 ？const， 然后呢写一个 key in 谁呀？fake db，然后我这 array 点 push 什么呢 ？fake db 我循环出来，一个一个放进去，然后最后把 array 给 return 出来。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对象给转成了数组，是吧？当然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转数组 ，for/of 循环也可以，对吧？那么我们写上一个比较大伙比较方便理解的一种形式。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方法 ，accounts 回来了。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存数据存的这个值没有，对吧？因为我一重启，这值就消失了。我们再重新存一遍，我们往里面现在存一个羊，是吧？真正是这个羊，点击，那这样是不是存进去了？怎么证明存进去呢？我再查一遍，我在这使用 query 再查一下，那这样我点击查询，那我返回了是不是这个 name 啊？那么如果说我再去存几条数据，刚才我们可以写一个是吧？比如写个张三丰，那么他是男性，那么这个是我们当然不能是演绎部了是吧？我们是武当，那么。100岁，我们再存一个是吧？再存一遍，那这是不是又存进来一个呀？那么我们再查询一下，使用 query 再查询一下，那这样是不是出现了我两条保存的值啊？那么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呀？一个插入和一个查询的结合使用。是吧？那么我们在这把其他的字段也都拿到，这里面我们写 age， 然后呢 sex department， 点击，那么这样我们就出现了我们保存进去的两条数据，是吧？那么大家当然知道，我们刚才那个 fake db 它只是一个临时存数据的，并不是真正的数据库，跟数据库结合使用的，我们会在高级部分给大家来讲。那么。有同学肯定想说，我想看一下 update 好不好用？没问题是吧？我们再写一下 update。那么在这里面，比如说 mutation， 我这里面可以写 update account。update account 第一个字段叫 id。那么 id 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暂时先拿 username 来定，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比如说我想给张三丰的信息改一下，然后呢，改成什么呢？我这里面我给他改一下他的 age。比如他已经101岁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要给他改一下，那当然这块还需要有 key 值是吧 ？input 冒号，然后返回值，我可以单纯只让它返回 A 值就行了，我需要什么要什么字段就行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更新一下张三丰，把他的年龄改成101岁，那么在这儿我去执行一下它，点击执行，那么是不是变成101了？那真正存没存进去，我是不是还得通过 query 去检测一下？那么在这儿我们使用 query， 点击执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update account 是吧 ？update account， 但是很遗憾是吧 ？update 我们代码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代码里面这块写的是不对的是吧？这块写的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必要加这个 this， 而且呢这个变量我们也写错了。这变量写错了，所以我们把这修正一下啊，以免大伙儿一会儿看到一些错误，我们觉得很疑惑，是吧？我们把这个 updated account 这儿修正一下，那现在就对了啊。那么这种低级错误呢，实际上一直伴随着我们整个编程生涯，对吧？但是我们也可以去试验一下，是吧？也可以试验一下，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去浪费一些时间，对吧？我们有一些是坑，有一些是笔误。那么在这儿我们修正完了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操作一下。我们首先保存张三丰100岁，看到了吧？100岁。然后之后我们再给它做一次更新操作 ，update 操作。所以在这儿我们再写一下 mutation， 然后这个就叫做 update account，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两个参数，第一个 id 值。那么 ID 我们说了，我们是使用的是 username，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写张三丰。那么张三丰后面是不是 input 呀？比如说我们只想改年龄，那这里面我可以把 age 改成110岁。那当然我还需要有返回值的字段，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写上我们返回还是要 age 字段。那这儿我们更新一下，那长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新成功了，因为返回值里面就是我更新后的结果。那么怎么证明呢？当然查询是最直接的证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再执行一遍查询，点击，那现在张三丰是不是就110岁了，对吧？那么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的插入、更新以及查询。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在这里面什么最重要？我们刚开始没有定义 query 的时候，我们连 mutation 都看不到，这是一个坑，对吧？因为我们写代码往往是以为我们只需要插入，只需要更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定义 query， 但是 GraphQL 要求我们必须要定义 query， 啊，这是第一个坑。那么第二个坑就是我们在传入 mutation 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定义的类型应该是 input 类型，在这儿是吧？在这儿我们看一下代码，我们传入参数它的类型前面必须得是 input， 而不是 type， 千万不要写错了啊，千万不要写错了。那么当然再就是我们一些小笔误，我们刚才总结了一个 update account 的时候，我们这块写错了，我们前面加了个 this 指针是吧 ？this 指针。那么千万记住是吧？千万记住，我们要认真仔细，加上有一定的分辨能力。